哇塞，看到水了，蓝天白云，青山绿水，好山好水好风光，真漂亮。哦，那边有钓友了，有钓友，钓友啊，看到钓友了。我们将近加起来有开了7个小时了，这条山路就开了2个小时。我们是应白条相约啊，到这个花亭湖跟他相会。对，安徽花亭湖距离杭州560公里，560公里，哎，真的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。1000多里了啊，真的1000多里。对，终于到了，得伸个懒腰了，得。到了。他们在这下面啊。嗯。好，先下去看看。开始看。现在刚好是12点。嗯。我怎么感觉我们是来蹭饭的？很准时，掐着点到了。好久不见。哎呀妈，这怎么感觉像中华红军井冈山会合？你地方倒是找的挺好啊。这两天的温度怎么样？昨天下雨，但是温度好像还有点高。哦，这个钓台给你。找到好地方了。好地方吗？哇塞！风太大了，差点把我掀翻掉了，刚才那个伞。上雨没有？上了个黄尾，准备本来说上我是不准备钓黄尾的，但是我想想给你加个菜吧。水上来了吗？有二两。钓了一条。有二两吗？没有。啊，有二两有了。算了吧，晚上烧吧，我们先去吃饭。老高，这是我上午钓的鱼。真的假的？假的。在鱼塘，那是屋里头也是有个。好，钓鱼塘。啊，鱼塘是吧？好好。这里花田湖什么鱼啊？主要还是黄尾跟鲤鱼。鲤鱼？鲤鱼很多。很多啊？大吗？有大的。这次来就是想。负负得正，行不行？我以为你说这次来要做好空军的准备啊。那你空军，他空军，负负得正的意思是吧？可以有，可以有。不要搞我啊！呜我像风一样自由。好爽啊！你真会找地方哎。好地方吗？好地方。好地方容易空军呢。哈哈哈哈哈！呜好，现在就开始了。开始啊！开干了。刚刚不是说中午休息一下吗？哎呀，是想休息啊！你看呢？那，坐那里动都不动。你说我能休息吗？啊，你说我能休息吗？他坐那里钓鱼，我坐那里休息，抹不下面子是吧？加油哦！你看啊，我一下来他就中鱼，中一条什么？鳊鱼。鳊鱼啊？多大？大概8掌大吧。可以了，加餐。白条哥是用2只杆子啊？1根7米2的，1根5米4的。7米2跟5米4。对。啊，一根钓黄尾。长杆钓大鲤子。对，本来我这次来就准备主攻鲤子的，但是这次来昨天又下雨降温，今天我感觉上午一直也没口，完了之后准备给你们加餐的，就钓了一条黄尾，本来中午烧一下的。好，我们下午一起努力。下午一起努力，争取晚上能烧个鱼是吧？对。好，还是想念你上次那个小鱼的。那这次这没有哎，没有大小鱼，这个地方没有小鱼，都是大家伙。啊，都是几十斤的。可以了，他更期待了。钓鱼上山来给我看哦，不要急。叔说的挺好的啊，我们这边有大鲤子，你们赶紧过来。哎，没来的时候哇，鲤鱼好大，10斤、20斤、30斤、40斤都有啊。一来，哦呵。咦，你就加一只？嗯，我加一只。这只是4米5的。啊？4米5的？对，4米5，我专带黄尾。啊。我今天来打地主。干嘛？打地主？为什么？白条是地主吗？懂了。啊？聪明一点就好。你的策略是不是白天下午钓黄尾？对。晚上钓鲤鱼？对。可以。而且呢，我现在就打窝，打这个颗粒。嗯。颗粒呢，也是一个专门针对黄尾的一个颗粒。那么咱们在钓的时候，我就是。
不想打太多，所以我还是呢前期呢就是打个四五把五六把，然后呢后面边钓边打边钓边打。如果窝子打太大的话，有可能就会，因为这个地方昨天白条已经帮我打了一个七米二的位置，打了一个鲤鱼窝，打了鱼米，有可能会把其他的鱼或者是全部叫到这个窝子里来，所以稳了。对，主攻防尾，那窝子呢边钓边打，这样来的。白条哥，你说啊，我跟老曹出去也会空军的时候，然后你跟你的助手出去也会有空军的时候。我们经常空军。杨哥，是不是？是。会不会我们是互相八字不合？我们要不要换一下？我们这样的话可以负负得正，是不是？是要不要换一下？我跟你试一下，然后不是，不然我们俩也试一下，然后我对我们俩换一下怎么样？好，杨哥，我走。是不是啊？团长，我不要。你留着。太骚了。没的朋友做了，不做朋友了。不做朋友了，没朋友，没兄弟了。我跟你说，这种说实话的人，就跟你这样讲了，讨厌，讨厌。好，针对黄尾开饵，这个是超幼，嗯，啊，这个是那个藻元素，啊，然后剩下的又是腥味的了，嗯，浓腥，然后再用这个速攻来调一下它的比重，嗯，啊，搓还是拉？拉饵，拉饵，对，拉大团。我的想法是因为黄尾它是一个很容易离底的一个鱼种，嗯，那么像藻元素里面呢，它有一些海藻类的，像藻类的一样的啊，嗯，海苔那种元素在里面。那么像超幼呢，它其实就是起到一个片状的去诱鱼的效果，嗯，说不定我钓底的时候会有借口，嗯，就有可能是这个超幼起的作用了，哎，起的作用了，嗯，然后呢就是以腥味为主。像我看了一下，像这个水库的话，现在水还没涨上来。嗯。黄尾能够觅食到的东西呢，基本上也就是一些小鱼小虾了。对，都是黄泥滩。对，都是黄泥滩。嗯。它水如果涨上来的话，就会有一些植被可以觅食，所以我还是主要针对还是用腥味的为主。啊，这是一个浓腥一号。好，对。啊，刚刚白条说这边小鱼不多哈。小鱼不多，对，所以我用腻一点。嗯。用腻一点没关系。就可以开拉饵了。嗯。三米五。拉饵还是得稍微黏一点，嗯，湿多一点。对，这个六号我也看了，六号的比重稍微要大一点，就是让它穿过中上层，下底快一点啊。对，迅速到底。这个黄尾这种鱼啊，嗯，它呢跟其他的鱼还会有一些区别，嗯，它的嘴唇啊是向下的，像一个鹰钩，鹰嘴巴一样的向下的啊，嗯，所以呢它钓黄尾的话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去做，嗯。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呢，有专门的去有一期讲过这个怎么去钓黄尾，怎么去使用钩子，针对黄尾分析，对，怎么去使用钩子，怎么去调钓，嗯，啊，包括线组搭配等等啊，都有详细的一个介绍。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添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“怪老曹”，可以去看一下了解一下。今天就不赘述了。嗯。但黄尾虽然说鱼肉不是那么好吃，但是手感太好了。对，手感好，手感非常好。一斤黄尾抵三斤草鱼。有的有的有的，真有的！你这两三米的水深很有劲的，我跟你说。我今天调钓呢，它是一个三米五的水深，嗯，所以我的浮漂呢用到了一个2.5克池前量的浮漂，啊，相对它的下沉速度会更快一点，啊，那么主线呢是1.5，子线是1.0，因为水深鱼的力气大，啊，再一个就是指不定呢底下还有可能会有鲤鱼，啊，钩子呢我是用了一个3号的伊士尼。啊，不用一度吗？用完了，我找不着了。啊，如果是最好的话，是可以用到4号的一度。啊，但是没有了，用3号的伊士尼来代替也可以。柄短一点好。对，柄短一点，然后它的钩门的话，相对来说，3号的可能还会宽一点。嗯。所以来鲤鱼的话，1到5斤的鲤鱼应该有希望吗？有信心是吧？哎，对。但是白桥哥说，他说这边鲤鱼至少都上10斤的。嗯。那是我吹的。你不要这样子，穿帮了，穿帮了，吹了的了。那么像调钓呢，一般的话就是钓黄尾啊，就是调个平水或者一目啊，钓个3-4目，2-3目炖可以啊，钓炖，原则就炖，对，钓炖。漂亮，大吧？鲤鱼，鲤鱼，说鲤鱼来鲤鱼，我说。有运气碰到鲤鱼，他还真来鲤鱼。白大哥，不是说10多斤的吗？啊、不是说10多斤的吗？就是，不是说10多斤吗？都说我吹的吗？小鲤鱼一斤，差不多。
哎呀，哦，没有黄尾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六七两，六七两，六七两，我他妈还以为是黄尾，我去。要黄尾的话，这里就不止这个了啊。嗯，这甘肃黄尾的还没进窝子，还没进窝子。啊，应该是这个东西在闹啊。啊。好呀。小小了点，小了点。没事，咱这总重量已经超过白条了。好伤心啊！太伤心了，窝子给你们白打了。前人打窝，后人钓，太开心了。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好，太小，放了，找你。这个是黄尾啊！哇，黄尾来了！干到鲤鱼窝子了，这个有可能是黄尾。看这个串径像是黄尾，毛到的。你不小哎，下去它就在点点点，但是我估计没点进去。嗯，没点进去，我已经放了，这是第三第四口了。啊，放口已经放了，啊，你钓的钝的缘故。对，嗯，没点进去。哎呀，半斤。猫的尾巴，嗯，半斤。这个黄尾比那边大了吧？嗯，比千岛湖的钓起来都舒服哈。嗯，千岛湖的小。嗯，千岛湖大的也有，但是很少，我们没分的。好，马上可以跟白条那一条拼盘了。按黄尾那个习惯的话，也是喜欢到这种崖壁上来哈。对，就他来啃东西，就像这个边上，因为他们当地的钓友都在这边上钓，就你放手机那位置。嗯，位置还是不错的。他这个地方黄尾相对来讲比千岛湖的要大许多，正常一斤左右的。啊，很好的。感觉钓黄尾还是得稍微钓边一点，对，因为不能钓太深，对，太前面哈。对，我这次来是想着，呦呦呦呦呦呦，你不能这样，老曹，又是猫的，我操，不对呀，啊，这钓好像有问题了，子线长了，对，子线长了，信号乱了，啊，子线一长，信号就容易乱，对对对，子线长了，信号乱了，哦，你这个子线差不多二十公分，对，我这个可能是55对折的，嗯，再钓两根试试，啊，如果再出现这些。猫鱼的这个总概率啊，嗯，咱们再来调整。嗯，我觉得应该也是白条所说的，子线应该太长了。啊，短了它信号传导会更快。你要截到这么短哈？嗯，有个10多公分出头。中间它一长了，它的就会出现一些乱的信号，乱口信号。嗯。哎呀呀呀！呀呀，旁边小哥哥心在滴血，漂漂亮，出现了吗？脱了钩啊，应该也是锚到的，挂到零了。哎呀，不对，这个还是得剪短一点啊，还是得把子线弄短。对，把子线剪短一点。啊，现在子线短了，剪短了10公分。嗯，现在就11-12公分的样子。对，到底更迅速。嗯。烂口更少一点，对。那你直线剪短的片是不是也得放低，往上挪一点？对，我剪了10公分，浮标往上推了10公分。啊，嗯，这样来的。好。哎，好，正口黄尾。来了。这条小一点啊。嗯，这个是正口小黄尾，小一点。小哥哥。小杆子放弃了，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你们一顿吃不完。谢谢你啊。啊，这个大长杆来两个钝口，一个钝口只钝下去2-3目，啊，没打，刚才是直接黑下去了，黑掉了，黑下去打晚了一点，怎么可能是有青鱼吗？这里面青鱼也有，青鱼他们钓下来的不大，啊，一顿吃不完，一锅炖不下，对，操。我突然间觉得良心有点痛。怎么了？我们刚才一直在往他身上扎刀子，嗯，他一直在想着怎么让我们一顿吃不完。我也觉得，啊，良心好痛啊。不，他刚刚那一句话还有下半句呢。嗯，兜着走。真的吗？哦，又来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来，你来。呦呦呦，这条黄尾大。你来，你来。怎么样？
这家伙伟大，真的操，哎，他还专门溜到你窝子来让你操，找面子来是吧？操，是给我装的吗？我又错过了一个你看是不是正口？一个上机会，是不是正口？你说，对，厉害厉害，白条哥哥厉害。哟，有接口了？嗯，但是钩可能钩子有点大，钩子还大了？对，钩子大了。嗯，钩子很大。它钩门宽了点哈。对，钩门偏宽。它接口的时候一口接不进去。嗯。接口一般下顿的话应该就能打到啊。嗯。但是钩子点了两下。钩子小，它肯定就没进嘴呗。嗯。换钩子。换钩子。换锈钩哈。看一下。换钩子。漂亮！漂亮！哟，正口了！大黄尾！正口大黄尾！大黄尾！正口大黄尾！呜呼！换了钩子变正口了。啥？这么小的接口，这也是换位啊？对，接口。嘿嘿，毛到的，真的被他说中了，毛到的。很小嘞鱼。嗯？这鱼不大呀。嗯。同时上了，老曹的还没摘钩。右边。他这个。来看看。哦哟，这条好，这条八两一斤两，八两左右。不能吹牛。这条八两有吧？也就二两的样子。哈这个时候假装谦虚了还。八两有了。嗯。妈有了，没有。这个好像被粘网粘了，现在。嗯，漂亮。正口吧。嗯，正口。肝长一点。啊？肝长一点，打得远一点，鱼体要大一点。哎、嗯，是啊，大鱼跟小鱼就差这么一米，说不定。对。招鲤鱼的。哎，我昨天晚上都没打住。差点打七米二的高档。还是很小，比刚才还小。走吧。小啊，不小。很奇怪，就没有白条钓的大。越钓越小。现在太阳有点下山了，光线阴下来了，这片乌云啊。这口有没有觉得不一样？口嘞是这样的，因为坐钓了一个下午，然后我是边钓边抛这个颗粒。嗯。现在导致这个鱼嘞，都在一个离底的一个水平。不在底上了。不在底上，但是我浮标接近、这个钩饵接近底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信号。嗯。但这个信号呢，还是不怎么好抓。嗯，不稳。对，不稳。我现在是怎么调的？我现在就是像我悬垂钓一样调的，钓四米，钓四五步，啊、嗯，这样子来钓的。但是呢，等这个钩饵到底稳定了之后，它这个轻轻的一拧一下，一拧一下，然后下去。基本上都是、这个、还得下底，中间有接口信号，但不去抓它。对，在离底的地方有接口的信号，但是不好打开，不好抓口，放过
平之后稳定了，然后上下去。这个是猫的蹄的，这是猫的背上的，感觉像自己飞上来一样，飞，这也是个名场面了，被嘲讽了，哎，我好羡慕，被嘲讽了，是的，为什么它上的每条都这么大的？昨天晚上跟他们商议好了呀。这边鱼认生哎，牺牲，认生啊，这牺牲啊。哇，这里有一斤了。这哪有一斤啊？有的，这里差不多半斤哦。一斤多就半斤哦。哟，白条。换看。香不香？香不香？不掉，没掉，没掉。是啊，这么大的方位还掉什么4米5？掉5米4了。是拿5米4的，等我。受刺激了啊！钓了几条大黄尾，受刺激了，老曹。他钓起来都跟小白条、小三条一样的，两指宽的黄尾，啊，比你这个一个手掌宽的黄尾。互相伤害啊！好气人哟！一溜烟就跑上去了。哇，着急忙慌，赶紧换杆子。他那边又上大黄尾了，哎呦喂！啊，估计距离天黑还有两个小时，你还有两个小时机会上大黄尾。待会儿过了夜以后啊，天黑了以后基本上就要黄尾爆掉了。嗯，天黑要上鲤鱼了。好漂亮，大黄尾！也就是说，5米4上第一条还是小的。曹，这会不会是人品问题啊？也有可能啊，你刚刚都说了这鱼认生的嘛。还是偏小哦。你现在是铅坠出底啊？也不算铅坠出底吧，因为我是带钩子调两目，钓两三目。嗯，如果因为我这个浮漂比较粗，尾巴比较粗一点，嗯，大概呢，如果说钓的零的情况下呢，就钩子出底。嗯，钓的钝的情况下呢，就铅坠出底。嗯，这不过子线也很短哈。子线非常短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应该正口率会高一点。嗯，对。嗯，这其实就是钓黄尾、钓鲮鱼、鲮鱼的这种钓法啊。铅坠清触底。哎，大黄尾吗？大黄尾吗？哇塞！哇塞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终于来了，我的抛网呢？来了！好鱼了，算你的啊！好鱼了，算你的哦！哇塞！来，飞上！喂！这么激动！不错，放了长杆子上大鱼。哎呀呀呀，有效有效！你白条的稍微小一点，啊，但是比我刚刚钓的会大一点，大的还是后面。这可以，一份长果然一份强。对。钓鱼最欣喜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正口。钩子在这里。当你做出改变的时候，他立马给你回馈。哎，对对对对，白家兄说的对啊。对，我也喜欢这种感觉。嗯，就是感觉不对，好调整，调整以后马上就有效。飞吧，一个钝头。哎呀，这个黄尾对温度还真是太敏感了。嗯，这个太阳从这三边一过，没口了，都跑了，就没口了。五六点要爆口，根本就是骗我的。我要去借他的鱼合个影，跟他合个影。我们俩合影是不是有点丢人呢？没事。呀！哎，不掉了，没口了。那咋地？黄尾没口了。啊，黄尾没口了。对，钓鲤鱼。黄尾不掉了是吧？钓鲤鱼了。啊，哎，那你又得换杆子。换杆子，我又得跑一趟。我靠！呜！这边呢？哎，这是鲤鱼吗？鲤鱼，那是鲤鱼。
哟，两港嘞，鲤鱼开口了，多大？哎呀，二三斤，哈哈哈，二三十斤，刚才大吧，比刚才那个大，这个镜头不比刚才的大还是得了，挺敢的，挺敢的，差不多三斤左右，这条可以合给你了，别又跑了，这条跑不了的，嗯，刚才那个小他没吃进去，勾的大了，哇，这水多清啊！我的线大，不怕你。别看，看我操上，别了。终于有一条上金的了。我这个鲤鱼啊，又还可以。该拍掉，逮着顶着。那我这样吧。别挡着我的脸了。嗯，好嘞，看鲤鱼饵了，嗯，鲤鱼饵，把剩下钓剩下的这个黄尾的饵料啊，腥味的，再加一点螺味，那然后再加了一点酒米，嗯，就把它黄黄绿绿的，对，因为这个螺鲤的话，让它先吸一下水，所以我这个现在这个比较湿，先吸水，太错了这是，嗯，错了，过的那种软黏饵入口，啊。搞起来，搞起搞起，期待中的大鲤鱼，好黏啊，这嗯，稍微打黏一点，水深，然后鲤鱼稍微多等一等，四米二的杆位水深多少？水深的话大概是四五米这个样子，四米多，嗯，好，可以看那边看出来，然后我现在是用了大物电子标，嗯，然后吃铅差不多是在4.8克，5克这样的，啊，主线是4号，子线是3号，4+3啊，对，挺有信心啊，4+3，隔壁大哥他用的是6+5啊，没事没事，啊，钩子11号的一升米，嗯嗯，待会团的稍微搓大一点，嗯，稍微还得加点干粉，让它稍微再硬一点点，不然这个底下。肯定会这个，因为这个撩下去肯定会避免不了这个小黄尾在窝子里闹，啊，所以我稍微把它做的硬一点点啊。在哪呢？来来来，这条你这个抄网怎么这么浅？大来了，大的来了，下锅了。